这些都是一般的合约条款，年费稍微涨了一点，但是我知道爵士这个很有钱的人，我想钱不是问题，只要允许卡纳冯爵士出售谷物和说他的成本，这也许不可能。赵珀跟你在这里工作时不一样了，每项谷物都要单独协商。 卡特先生，你要了解，埃及已经不是欧洲寻宝者的游乐场了。我不是寻宝的人，当然不是。我虽然是法国人，但我的职责是保护埃及的文化遗产。等你办好时，把合约拿回来吧。我希望。